我觉得还是我们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，对于这个比赛的准备，准备的非常的充分，从领导再到教练组，然后再到给予我们的这种信号，我觉得都是全力以赴去准备这个新赛事，然后也是包括前两场出场的队友，3-0这种压倒性的优势，打到6-0的时候，可能自己再一上场的时候，就是压力减轻了很多。赛事还是非常吸引大家吧，然后我觉得整个来说是男女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团体赛，确实还是在一起比赛还是非常有凝聚力的，我觉得，因为今天也是第一场比赛了，我觉得整体我们的发挥其实还是都各自出战的每个项目，我觉得我们都全力以赴打的还是都比较好。我觉得确实整个氛围来说还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场也都基本坐满了吧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中国乒乓球队吧，然后来到现场为我们加油吧，希望我们后面有更好的表现。